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我是芝麻。我们挑战大现场的节目经常会带同学们去很多好玩又特别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那今天的挑战大现场又会带同学们去哪里做游戏呢？春水点香一再流过，99种鲜花汇成绚丽海洋，99群水鸟欢唱着南国的风情，99只雄鹰喧江的苍茫，这就是回灯西河美丽神奇的高山草原，这就是回灯西河一代天骄横刀立马的疆场，这就是回灯西河星光神异的避暑山庄，这就是回灯西河人们向往的草原殿堂。让我们一起去往美丽的辉腾西勒大草原，鲜花、草原、美丽的大风车，辉腾西勒大草原的夏天绚丽多姿，美轮美奂。当然还有这热血沸腾的赛马，悠扬婉转的马头琴，令人陶醉的蒙古族歌舞。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邀请全国各地的小朋友欢聚在此。本期芝麻开门特别节目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小朋友来到辉腾西勒鲜花草原，参加我们特意为大家设计的挑战游戏。让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些幸运的小选手吧。大家好，我叫许汉，我来自吉宁市新锦路小学。大家好，我叫王景怡，我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一中小学。大家好，我叫高希月，我来自北京市西城区一中小学。大家好，我叫杨一舟，我来自深圳市育才市小。大家好，我叫乌云徐一泽，我来自丰镇区的18小学。大家好，我叫郝一娇，我来自东胜区的10小学。大家好，我叫许江，我来自深圳市的育才4小。大家好，我叫贺琴，我来自吉林市的新锦路小学。大家好，我叫郭锦哲，来自洛阳的东升第2小学。大家好，我叫高宇轩，我来自北平温泉第2中学。我们的队名是红色之翼，我们的口号是红色月亮高空翱翔，鲜花草原美好如想。耶！大家好，我叫李如清，来自广州。我们俩是双胞胎，猜猜我俩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好了，告诉你们吧，我是妹妹，我是姐姐。大家好，我叫王灿，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家好，我是陆源，来自北京。大家好，我叫张天阳，来自北京。大家好，我是李笑，来自北京。大家好，我叫陈生鹤，来自北京上空。大家好，我是高恩梅，来自苏州。大家好，我是杨明晶，来自北京海淀。大家好，我是孙小强，来自洛阳。我们的队名是化蓝之鹰，我们的口号是化蓝之鹰，平步青云，高挂草原，永争第一。耶！为了欢迎同学们的到来，热情好客的蒙古族骑手为同学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在飞奔的马背上张弓射箭，曾经是蒙古族牧民的一种狩猎方式，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体育项目。除此之外，还有投布鲁，骑手们手持布鲁在飞奔的马背上扔出去，看谁扔得远。以往我们只有在蒙古族那达慕大
会上才能看到这些精彩的表演。今天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真是太幸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非常羡慕能够参加今天比赛的队员们呢？好，马上就要开始第一关的挑战了。这一关分为三个内容，哎，基本上和蒙古族的特有项目有关。第一个比赛内容叫做十人十一族绑腿跑，什么意思呢？我们听过两人三族、三人四族，十人十一族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比赛，当然要任我驰骋了。那第二轮和第三轮比赛呢，分别就是扔布鲁和射箭，这些也是只有在草原上才能够体验得到的。怎么样，队员们做好准备了吗？第一关，对抗大竞技。让我们一起现在同学们的腿已经被两两的绑在了一起，这十人十一族一起走，究竟要怎么样来迈步呢？高旭月先迈右脚，你迈左脚，然后呢，我迈右脚，他迈。这是个数学题呀、啊。的确，这是个数学问题，听起来有点复杂。不过另一边的蓝队似乎找到了一些窍门。我是一，然后我走右脚，然后你是二。你等会儿，你让他们一个人先报出来再说别的。看一不出来，看着来啊。咱们知道，我们知道，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然后呢？说一的是他右脚，一的举手，一的他右脚，一、二、一的举手，二、一，我一，一的他右脚，一的他右脚，二的他左脚，一，二的话，喊一的时候，喊一的时候抱一的抬左脚。然后抱二的喊一的时候抬右脚。知道是吧？先走一步，先走来一一一，抬左脚。二抬左脚。听起来蓝队的方法好像有道理，可是走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大家又开始想别的办法。我们不就是一起来蹦？这样吗？哎，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也不错。来来来，都是这样，我喊一就蹦。啥子？你分啥？蹦着肯定行啊！一，好，反应，来，一，一，一，蹦！哎哎哎，真的，咱们就别走了，这么一段路咱们蹦过就可以。是小点，小点。小，喂喂喂，真的真的。真的这么一段路咱蹦过去，来，咱蹦蹦蹦蹦，三二一蹦，三二一蹦，三二一。哎，看来蓝队已经找到了一个好方法，他们决定就这么蹦着前进。三二一蹦，不要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看见，小点声，下次喊蹦小点声。我错了。这时候另一边的红队似乎还没有找到什么好方法，瞧他们的步伐有些混乱，哎呀，一不小心还摔了跤。不过看他们的情绪似乎都蛮开心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电视机前的你觉得哪组能赢呢？好的，下面呢就要进行我们的绑腿跑的这个比赛环节。红队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蓝队的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那么大家呢，现在听我的口令，准备，开始。开始。一、二。哎，不对呀，蓝队怎么没有蹦着走呢？瞧，蓝队的队长张天阳显然是在给红队制造干扰。赛前红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可是现在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也不错嘛。反倒是蓝队的队长一直在想着干扰红队，却忽略了自己队伍的口号。行，没事，停。大点步，你别迈小碎步了。哎呀，蓝队一不小心摔倒了，
就在这时，红队超过了他们，率先冲过了终点线。赛前练习的好好的，没想到比赛时却失利了。男队有些同学的心里充满了懊恼，相互埋怨起来。没有，没怪你。啊，你当队长还不好，你当队长呢？你当队长更不靠谱。我又没说我让你当队长。哎呀，输了就输了，不用这么样吧？反正你对呀、啊，输了还说。而另一边的红队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下面我宣布，获得我们第一名的是红色之翼队。好的，虽然在这个环节呢，我们蓝队的小朋友呢，是失利了。那接下来的比赛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赢过他们。你们有信心吗？有。一二三，加油！我们那个练的时候就故意让我们那样，然后他们就骄傲一点，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输。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大家就是一心要追求的只是速度，然后在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是整齐。我觉得只有这种我们能团结一致了，我们才能获胜。走的时候是我数一二一二的，刚开始步伐比较乱，然后我就慢点数，等他们步伐都整齐的时候，然后我就加快，然后就所以就能超过他们。你们队虽然输了也不要难过，下次你们一定要用上团结的力量，就一定能赢。输了其实也没什么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对啊，有一第一比赛第二。我们都是来玩的，而且输赢不重要，输赢不重要的是我们玩的开心不开心。对呀、啊，可是红队就是比我们蓝队团结，所以我们要把心聚在一起，不能那个一局输了就责怪别人，因为后面还有两局呢。后面两局如果赢了的话，我们还可以赢。咱们不可能每方面都是咱们的优势。所以咱们主要的是要努力同团结，努力是一定要做到的。让我们祝愿蓝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一二三，加油！好的，那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的头部鲁这个比赛环节。那接下来呢，小朋友们大家看，我们头部鲁的时候呢是侧身站立，然后呢这样。尽力的抛远，我们这次比赛呢是以这个远近的距离来作为评定的标准。这种用木头制作的投掷工具布鲁，在过去蒙古族的先民们用它来进行狩猎，骑在马背上发现猎物后朝它扔出去，而如今扔布鲁已经演变为一种游戏了。今天我们在草原上根据距离的远近划定了三个区域，同学们将布鲁扔到不同的区域，会得到相应的分值。好，等一下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每队呢每一位小朋友都会有一次投掷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会把大家的分数总和，最后来评定此次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名次。大家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比赛开始了，首先由红色之翼队上场。好的，下面有请第一位小朋友开始。哇，这个没有得分，哟，这个也不能得分，再往这边，好嘞，哇，这个算两分，哇，好高啊，这个，哇，这个没有得分，哇，两分。好的，那我们红色之翼队在这个环节呢，总共得到了十分。
哇，这个没有得分。第二位小朋友，这个是一分。好，第三位小朋友，哇，这个也是无效的啊。哇，这个也没有得分。好了，哇，这个是三分。哇，好棒啊！双胞胎姐姐吕竹青奋力一挥，扔出了本场的第一个三分。这个最远的区域距离起点有20多米远呢。瞧，队友崔浩翔开心地跟他击掌庆祝。接下来轮到妹妹了。哇，妹妹的成绩也不错，两分。好的，下一位小朋友拿一个布鲁，一分。一分。一分。哇，三分。这个环节幻蓝之星队获得了胜利。来，好，那下面呢就要进行我们蒙古族传统的男儿三艺当中的射箭的一个项目。小朋友们，你们都想试一下吗？想。好的，下面有请我们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示范。那么射箭的开始的时候呢，首先需要侧身站立，然后呢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左手握弓的这个手臂一定要弯起来，好吧，要不然这样的话可能会打到这个我们的手臂，这个手臂一定要弯起来。然后呢两只手指只要拉这个弓弦就可以拉起来，然后瞄准发射。都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左手。现在两组同学都在跟叔叔学习怎样使用弓箭。接下来每组将各派三名队员上场进行比赛，每人有3次出箭机会，打中箭靶上不同的区域会有相应的得分。现在我们请乌奇叔叔先来给大家做个演示。接下来就看同学们的表现了。红队首先派高雨山上场了。大家刚才发现，要想拉开这张弓需要很大的力气，因此决定让大个的同学上。高雨山这第一箭能得几分呢？哎呀，箭在靶子上点了一下就掉了，这一箭算不算分呢？第一位同学第一箭就是得到了2分。高雨山这第二箭会不会比第一箭有进步呢？啊，他是不是有点紧张了？箭头总是从手上滑下来，叔叔赶紧帮他调整了一下。高雨山加油。这一箭没有中靶，打到了地上。第三箭了，看来这蒙古族弓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红队第二名选手乌云奇木格是蒙古族的小朋友，不知道他这一箭会射得怎么样呢？哎呀，太遗憾了，没有中靶。虽然是蒙古族的小朋友，可是乌云奇木格之前也没有尝试过蒙古族的弓箭，今天非常遗憾，三箭都没有中靶。射到了靶上，但是没有到有效的得分区，很可惜。好，好。
这一箭虽然没有扎到靶子上，可是却碰到了箭靶的黄色得分区，因此可以得一分。陶一潇的第三箭也碰到了靶子，可是没有在得分区，因此不能得分。好的，那么在射箭的这个呢，我们的红队是得到了三分。来，接下来蓝队又会表现如何呢？有信心赢过他们吗？有。好的，来。今天的第一关比赛一上来，蓝队就因为闹矛盾失利。刚才扔布鲁的环节，他们又将比分扳平。现在到了决胜局了，翟玄鹤看上去似乎有些紧张。哇，一分，厉害啊！第一支箭就得了一分。紧接着，蓝队的张天阳又为他们组赢得了两分。又是一个三分，这一下蓝队赢定了。第三名队员吕竹俊也不甘示弱，又为他们赢得了一分。好，那在我们的射箭环节当中呢，红队是得到了三分，对，然后我们的蓝队呢是得到了十二分。那么获胜的队伍是蓝队。同时呢，在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呢，也是我们的蓝队获胜。第一轮比赛，幻蓝之星队获胜。在草原上玩游戏，就是要人多。鲜花、草原、蓝天、白云，还有清新的空气，十人十一组绑腿跑比赛最适合在辽阔的大草原进行了。电视机前的你看完之后，如果也想来试一试，那就赶紧约上周围的朋友到大草原上来玩一次吧。同时你还可以亲身的感受到真正的蒙古族扔布鲁和射箭，绝对会是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关比赛，问答大比拼。在这儿进行问答大比拼，当然要选择最适合草原的比赛方式了。好的，那下面呢，进入我们的草原知识大问答的环节。现在呢，红队和蓝队各派了一名小朋友来到了我的面前。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会说出小羊或者是小牛，两位小选手，在我说出以后，你们要去拿，很快的、很迅速的拿回这个小动物，然后取得这个答题权。然后我呢会把这个题目告诉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的，那么首先呢，我就要开始说出这个小动物了。小羊，红队的小朋友首先拿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小羊。那首先呢，问您一个问题，好吧？蒙古族每年的七八月份，牲畜肥壮的时候，举办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那达慕大会。答对了，两队换一名同学。小牛，蓝队的同学先拿回来了我们的小动物。敖包有没有这个路标或者是界标的这个作用呢？有。好，答对了。那么现在呢，蓝队也得到一分，现在是一比一平。我换一个小朋友，小羊。哇，蓝队的同学动作很快啊。有梯形的琴身和雕刻成马头形状的琴底，这种琴是什么琴？马蹄琴。马蹄琴吗？对。确定吗？对。你知道吗？马头琴。好的，恭喜这位红队的小朋友答对了。
但是呢，我们的规则呢是由这个得到答题权的小朋友来答题。那么这一轮呢，红队和蓝队都没有得分。就到这两边，小牛。哇，还是蓝队的小朋友反应要更快一些。请问内蒙古自治区是只有蒙古族一个少数民族吗？不是。答对了，蓝队加一分。请下一个小朋友，小杨。蒙古包的门一般朝向哪个方向？是南面吗？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东南方向。好的，所以这一轮呢，红队和蓝队都没有得分。请下一个小朋友来到我们的阿皮区。手放到膝盖上，手放到膝盖上。小杨，蓝队的同学非常非常的迅速。元朝的大都是今天哪个城市？它是一道选择题。 A 西安， B 呼和浩特， C 北京。元朝啊，很遗憾我们蓝队的小朋友没有答上来。那元朝的大都呢是在北京。好，请下两位小朋友。小牛。啊，还是我们蓝队的同学。那这个问题呢是蒙古族把肉类食物称为红食，那白食是指什么呢？奶制品。哎，这位同学答对了，蓝队加一分。准备好了吗？小杨。哎，很遗憾啊，虽然是蓝队的小朋友拿到了小羊，但是我们红队的小朋友抢回了这个小羊。那这一轮的答题权呢就是红队。蒙古长调只有一种独唱的演唱形式吗？不是的。啊，答对了，红队加一分。小牛。哇，蓝队的同学还是非常的迅速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问你，献哈达是蒙古族独有的一种礼节吗？不是吧。对，蓝队的同学答对，加一分。好的，那么在我们的草原知识大问答的环节当中呢，是蓝队获胜。第二轮比赛，幻蓝之星队又获胜了，红色之翼队您可要加油了。哎呀，在美丽的鲜花草原席地而坐，通过抢答的方式来回答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想没有抢到答题权的同学们肯定是被周围美丽的景色给吸引了，没有完全集中注意力，哪怕是我估计也会被周围的景色吸引呢。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三关比赛了，默契大对决。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很多的动物图片，同学们你来比划我来猜，看看谁能够猜对更多的动物。你们看过葫芦娃吗？看过。葫芦娃里的帮助他们的那只动物。哦，穿山甲。哦，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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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个。孙悟空吃的是什么？仙桃。就是。哦，那个说他吃那个仙丹啊。对。第二个字，丹丹，嗯，然后就是头上戴着一个红帽子，对了，白的反义，黑安，不，脖子又称什么？鹰，嗯，太上老君骑着仙什么？鹤，白颈鹤，对，答对了，你怎么对？嗯，昨天杀的是什么？啊？昨天杀的是什么？花。龙火，火亮鸟。西游记。东方神起。对对对。买东西的时候要画什么？钱。对。两个字。红包。两个字，不是，咱们要花的东西两个字。人民币。比银还要贵的。一铁钱。对，然后第三个字。金钱豹。那个触角是这样的，能变迷糊啊？
冬天开的花是什么？玫瑰花。在石头上是香蕉的是什么？你好。跟月亮相反的太阳鸟。对。在沙漠里行走的骆驼。鸵鸟。耶。爱吃肉的。爱吃肉，鳄鱼。老虎。冬天下的是什么？雪。雪。雪。然后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雪豹。耶。有一种动物头上有角。羊。羊。绵羊。不对。山羊。老山羊。两个字。羚羊。羚羊。也是一种国宝，会爬树，然后呢特别爱睡觉。狮猴。不是。熊猫。不是。那个树懒。树懒熊。哦，考拉。对。身上有黑色和白色相间的一种动物。对。斑马。对。脖子特别长的动物。长颈鹿。壮是什么？很狡猾的动物。狐狸。尾巴毛茸茸的。松鼠。对，来。啊，狮子。狮子。答对了。蛇。蛇。哇，好快啊。鸭子。企鹅。对。会挤奶的。也是黑白相间的一种动物。生活在草地。对。第三轮比赛，红色之翼队获得了胜利，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1。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四关比赛了，智勇大较量。这关比赛，同学们要欣赏一段蒙古族美丽的歌舞，然后一部分同学留下和演员们学习舞蹈。每组派3名队员到草原上去寻找游客，在规定的15分钟时间内，哪组能够拉来更多的游客和他们一起加入舞蹈的队伍，哪组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电视机前的你也请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唱起来跳起来吧。让我们一起唱到现在这一场，两队各派出了3名同学到草原上去寻找游客，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快快点！互相陪伴。叔叔阿姨们好，那个我们正在比赛，然后那个就是比赛有一些弹马头琴的大师，还有标准的蒙古美女，然后希望您能来那个观看比赛。好，行，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好，行啊，走吧。谢谢。也一次性就拉这么多，找游客好拉，因为如果是当地人就会觉得这很普通，没什么稀奇的。这边，你确定他们是那个爷爷奶奶吗？你们好，
就是我们正在比赛，然后就是关于一个蒙古的比赛，然后有那个马腾奇大师，还有那个比较很漂亮的那个蒙古舞蹈演员，然后希望您能观看。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加油加油。哎呀，不错嘛，蓝队还找来了一位这么漂亮的蒙古族小姑娘。慢一点，慢一点。不知道另一边的红队进展如何了？没关系。叔叔阿姨们，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想去听一场比赛，让你们能不能看一下？好，好，好，做妹妹，你们在好，祝你们比赛顺利啊！开始，走。叔叔阿姨们，我们在举行一场比赛，在那里举行一场比赛，您能过去看看吗？来，都看看。我觉得他们非常的配合我们，而且他们很喜欢芝麻开门，我们只要跟他们说一句我们是芝麻开门的节目，他们就马上说跟过来，他们马上跟过来了，而且说他们说非常的喜欢。红队同学在找人时遇到了这一大家子，有许多大人带着小孩一起来草原玩，他们想要请大家一起加入红队的游戏，可是因为有许多孩子，所以家长一开始都很谨慎，等到后来问清楚了红队同学的来意，又听说我们是在拍摄芝麻开门的节目，一下子就愉快地答应了。还有看芝麻开门，哎呀芝麻开门，哎呀芝麻开门，开门走啦。而这时蓝队却遇到了一些麻烦。Hello， Hi， Can you speak Chinese？ Yes。 OK， 我们有一个比赛就在那边，然后就是一个关于蒙古族舞蹈的一个比赛，然后希望您的参与。那我也发了这个球都特别棉花的，是让我参加跳舞呢。哎，有一个跳舞的专业在那儿，那个姐姐。OK，Thank you。Thank you。这是中国人。对啊，我们中国人。哎，好，能听懂吗？我听懂了。舞蹈的比赛，希望您能参与。没事，就是就是就是会有一些大姐姐就是教跳舞蹈，就只是教跳舞蹈，然后你参与了。对。有啥规则？还有啥那个什么？是算一个比赛还是算一个活动？就是比赛。有奖品没？就是活动来着。正在参与呢。真的吗？就在那边，站蓝色衣服的那边。问了这么多，还是走开了。幸好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了一位热心人。那个叔叔阿姨们，你们好，就是我们在举办了一个关于蒙古族舞蹈的一个比赛，然后希望您的参与。没问题，在那边。就在那边去就行。哎，好的，行。咱们时间快到了，咱们回去吧。不上，赶紧过去。好。大伙儿，你第一次又拉一下。对呀。现在两组同学带领着各自寻找来的游客一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看蓝队找来了不少人马。再看看另一边的红队，哇，好像他们的队伍更庞大。哎，不对呀，这位蒙古族的小姑娘不是蓝队同学找来的吗？怎么站到了红队呢？
再仔细看看队伍中的人，我们发现刚才蓝队最后一个找来的穿紫色衣服的阿姨也站到了红队的队伍里。再加上刚才红队邀请来的这一大家子小孩和大人，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蓝队，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也许是被我们现场的气氛感染了，瞧，刚才还没有答应来的那两位阿姨现在也加入了我们的舞蹈队伍。最终一共有13人跟随蓝队一起跳舞，而红队则有16人。第四轮比赛，红色之翼队获得了胜利，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2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没唱跑调吧？嘿嘿，我发现啊，在草原上载歌载舞真是非常惬意，难怪有这么多的游客都加入了同学们的队伍。哎，那现在就要进入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局决胜局的比赛了，创意大测试。我们今天专门请到了一位草原生态专家，为同学们讲解一下美丽的草原植物，还有草原上独特的生态系统。接下来同学们需要发挥自己的创意，用自己的身体和一些道具，在草原上以鲜花草原为主题摆出一幅画，同时还要进行讲解，最终要由大众评委来进行投票，哪组获得的票数更多，哪组就会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小伙伴们，你们都站在谁的？小朋友们，你们今天来到了茶油中旗回腾溪的大草原，在一片是这个山地高山草甸草原，它叫五花草甸草原。小朋友们，你看这个，这是什么草啊？个人拔着看看什么花儿？这是什么花？这是紫苑草，开着兰花，没有毒。这个有毒吗？这个是地狱，这个没有毒。这个有毒吗？这个是狼毒。这个有毒。有毒，这个狼那个也是狼毒。狼毒的毒性是什么？狼毒的毒性会患什么症状？狼毒的毒性，你要是吃了以后就浮肿。这些草原上经常见到的各种小野花，你都知道它们的名字吗？这其中有一些是中草药，可是也有一些是有毒的，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小朋友们，你说这草原好不好呀？啊！你说草原这如何保护啊？不能摘花。什么呢？第一个不许摘花，第二个了。少扔垃圾。羊肉。啊？少扔垃圾。对，还有什么？少吃那个烤羊肉串，以免引起火灾。第一个，咱们保护草原，必须得让人从小爱护草原。咋个爱护了？你第一步去了草原以后，不能随便走，对吧？人多了以后就踩成漏了，对吧？第二个必须防火。草原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美好馈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护草原。接下来同学们就要进行相关的创意环节了。看，我们给同学们准备了许多小道具。两队同学通过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挑选各自喜欢的东西。在山坡上，我们用小彩旗为同学们画定了两个大大的画框。大家现在忙活起来，红队的几名女生穿上了漂亮的蒙古族服装，他们还在地上摆上了一些小动物和蒙古包。蓝队的同学用布条在地上摆出了一些图案，
有的同学还躺在地上用身体摆造型，大家互相装扮着，究竟两队将会给我们呈现怎样的创意呢？现在两队的作品都完成了，我们请来了七位大众评委，首先来听听红队的讲解。我们的主题叫美丽家园，这两个孩子在这里摆着造型，那个孩子在投布鲁，这个孩子正在打猎，这两个孩子呢正在草地上嬉戏，那个小弟弟和大姐姐他们在陪着牛和骆驼，这个孩子正在看家。希望评委们可以支持我们，给我们投票。接下来轮到蓝队做介绍了。好，我们的主题是草原盛会，大家看上方有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分别代表着白天和黑夜，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尽力了。大家看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大家看它是多么的兴奋，虽然不是很传神，但是我们知道它已经尽力了。看中间的这两个姑娘，她们在那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她在献哈达，然后穿蓝衣服的这个姑娘她在接哈达，这是多么纯真多么真挚的一种敬意啊。大家再看这两个蒙古勇士，他们摔的是多么的激烈，大家再看这边的观众，他们看的是多么的传神，虽然他们不能动，那么的传神。大家再看上面这个勇士，他为了大家的伙食，为了感谢大家的伙食，他在拼命的打猎，他已经一天一夜不眠不休了。大家再看远处的那个姑娘，她是多么认真的在放牧，她是多么认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投票给我们啊。你们不能动。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投票时间，七位评委究竟会把自己的票投给谁呢？最终红队获得了三票，而蓝队获得了四票。经过五轮的比赛，最终幻蓝之星队获得了胜利。好的，经过我们几轮的比拼呢，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结束了。那同学们，你们觉得好玩吗？好玩。我们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蓝队。下面呢，我为蓝队的小选手们发获奖证书。好，同时呢，也为我们的第二名的小选手颁发我们的获奖证书。好的，那我们本期的挑战大现场圆满结束。一起走，牵你的手，我和你。